那一样小孩子像他个一两岁的话，都压力都赶在一起，反正要轻松都轻松，要是赶到一起的，那压力烦了都烦。那压力大一点，大一点可以。隔个几岁好一点，隔个十几岁更好，他还能带。小黑最近呢？那骨头全垮了。都像泥哦。